一开门就进来，烦不烦？咋了？我今天我要杀两只。宰两只，刚好庞妹回来了。你是在做法吗？老庞中午肯定在哪里喝了酒，回来就这个样子。那个头发还擦了摩丝，这叫什么？现在不是流行那个什么呀？人类高质量油头大叔，抹点猪油在上面更好，知道吗？抓鸡呀，快点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。我在你捏吃哪只？你外孙女不想理你，还外孙女你要吃哪只？现在鸡长大了点，应该不用一人一只了，一人一只肯定吃不完。看你表演啊！哇，我百万在做运动啊，我百万刚刚。前面腿一伸，后面。这是小黑的窝吗？可以的，免得他到处拉屎。可以的，你给他中暑就可以。你到底能不能行哦？不行就我来。好，我第二次来引诱了，看能不能抓到。等一下，你把这些碎米给他吃完了，鸡没抓到，米又浪费了，鸡也没抓到。母鸡都藏在那里了。嗯，螃蟹这是螃蟹喝了酒的样子，就这个样子。不喝酒看着都吓人。你们以为的螃蟹逗逼，其实都是喝酒以后的行为艺术。一本正经的时候很恐怖，不要被他说迷惑了。看见没有，我这个方法看能不能抓到你那个鬼办法。我以前用这个方法抓到过鸟子。我抓到过蛇。狗屁啊，这么多。这里面不知道有没有盖到鸡哟，倒掉了。瞅瞅。啥也没有。好难抓呀，这鸡。想吃两只鸡真是不容易。鬼精鬼精的，现在这鸡。算了，明天吃还是白，真是的，浪费表情。幸亏我买了点鸡脚，做鸡脚吃上。还有这个臭蛋，今天晚上你起码你一个人可以吃。有没有水啊？有饮料，还要吗？够不够？昨天别人说你看你没喝酒，都说不习惯。啥？你现在喝？哇。你说少喝点，人家都说少喝点，这样对身体不好。来，给我来一口，我不会嫌弃。嗯。我去，跟我抢酒喝。好冰哦。这里面有声音。有啊。真的有。啊。有声音，我听到了。听到了。走掉，你就是故意不想给我们吃是不是？我要想吃那个母鸡。到手的鸡都飞走了，跑了。我估计抓怕，完了，这下真的打草惊蛇了。对，把他的指甲去了。螃蟹，你这老庞喝了酒，让他干嘛就干嘛呗。没喝酒我都不敢跟他说话，哪敢使唤他哟。虽然我可怜的样子。我现在给他卖了，他都不知道。嗯，对，去指甲。哎呀，等下谁吃啊？用你口水在上面。啊？指甲也没事，洗一下就。再拿指甲剪了。晚上吃的是芹菜。明天吃鸡啊！明天。到手的鸡都被你飞走了，还吃个锤子。明天早上我一早起来就把你抓好。老庞晚上又出去了。今天鸡没抓到，鸡脚也是一样的。都是累不累？啊，早上太起早了，5点多起来，昨天打瞌睡，一会儿吃完饭早点就睡啊。没吃饭，他们几个是被钓鱼了。这来的巧不如赶的巧，刚上桌就来了。你要是一上桌，等一下明天又马上送啤酒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好的生意你不做，而且还他自己饿了，必须要吃点花生。到了11月份。